两个该死的嘞！啊，奈何家己哦，啉甲醉茫茫，还佫甲金拍个，这声吼，哦。林大伟，林大伟，林大伟，你卖假身啊！你跟我过来，哇！高汤哎，啊，大家都好啦！你来在创啥？我啊，就外口落雨，你要来对比好啊！我叫你卖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啊！你拢把我的话当作马逆东风哦。无啦，我太有可能把你的话当作啥物马逆东风啊！我偷偷本来要走，是你甲我划来，我才来吃的呢。哦，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唔着我歹势呢吼。高大哥，我最近只要就怪，我拢无去找杨秀英呢。你是不是去找杨秀英？我不管。啊，不过你出现伫我的面头前。都是你唔对，天啊！哥仔，我真正是伫香港带袂落去啊啦！你伫香港带袂落去，甲我有啥关系啊？我看到你哦，我就是袂爽啦！天啊！哥仔，我保证，我以后袂阁出现伫你面头前，我会较闪的，安尼敢会使？你上好拢把我秘密出来，卖出来！我总是爱食饭啊！你别咧叫外送，用啥平台？拒绝啦！哦，你我咧见过，你若敢搁接近杨秀云，或者是哦，敢搁动啥物脑筋，你别绝对无放你耍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唔敢啦吼。人啊，而且较食运动咧，对身体较好。对啦，安尼用，安尼好，嗯，赞，嗯，顺行哈。哎，过来，啊，我开车过来哦。啊，我开麦过来啊，麦过来啊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撒娜娜哦。金胖诶，你看我要创啥？我的代志敢当发生一遍，绝对袂当发生第二遍。卡来了！哦，这金胖还是恐怖情人哦，夺命连环 call 呢。哼，我来偏偏他唔跟你讲，我看你会当卡偌久。这个高三到底是咧无用啥？奈拢无要接电话啊？真正够过分的呢！我有要紧的代志要找伊啊！伊若是够无要接电话哦，我归去就去找伊。辣椒，有搁去店的无？来看卖。哦哦！高三，我有主要紧的代志要跟你讲，你若无接的电话，我来找你啊！金胖要来找我，哎，要来找我。是啊是啊，我想要变倒较好，我变倒啊！哎呦，这个，哎呦。
袂用，这伤危险。我找一个伊唔知的所在避起来。你手机也嘛是爱砸。看到啊，无迄金榜的哦，是另外辛苦搞到顶的金片用啊，啊不然啊，谁来特派我来这拢去拄着？因为这在你办公室楼卡啊。对啦，就是安尼的。我了解吼。啊，没想到，我有代志要找你啦。我无代志要找你啦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无代志，我该来找你，今物就是需要你啊。你有需要莫找我，我误会啊！你误会啦，我需要你去跟阮姐讲。我哪有迄个面子啊，想要只好讲这件代志啦。我唔管啦，你就是爱去解释清楚啦。哎，小辣椒！啊！麦少，你真的不是男人呢？奇怪，我只是叫伊家己讲餐酒馆的代志，是咧找安娜，你麦少你。真正有够悲哀的啦！那会酒后失身，不管家你哦，这么啊狼狈，连家你的办公室哦，即马都拢唔敢去啊！即马我总算了解，互人检视的查某囡仔的心情啊，真正是生不如死啊！遐哦，欺负查某人的查甫人哦，真正是有够酷的。啊，平平哦，我算是叫金榜来搞我。亲爱的，暗时要来阮家看电影无？阮家的猫会好公翻咯。哦，我即马人哦，飞到去哦讲生理啦。啊，不过搁欠二十万呢，你敢会当先调好啊？代志煞了，我唔能向你两万，我搁予你食红哦。我心情都有够恶杂啊！啊，搁予我看到这个孙仔咧骗查某人，一定是关于啊，爱我心中正义，收你这个人渣。哦，安尼哦。无二十万，无要紧啊！啊是讲你平有两万，良心借我，我保证，我明仔载就还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小姐啊，用这种理由要甲你摕钱哦，1%，唔是人渣哦，就是剥皮的啦，你还是爱两张挂破啊？高档的，啊你太过你吃 ，Hello， 啊你哪会跟我骗钱啦？啊！我只是要钓鱼、钓虾，还是要钓麻子啊？要客户钱哦。嘿，对，哦，对。来，你打电话这个客户，我跟你讲，那真正有这个人哦，我20万给你，免行。啊，好，我随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我哪会开手啦？无说伊删掉，哎，啊，无去啊，啊，那安尼，哎哎。哦，删掉啊！哎呀，好多咧！你这个骗财骗色的俗人，啊，想要骗我，唔打草稿哦？
哇，恁爸哦，真正爱好啊，甲你修理一下。哎，高大哥，恁一个人莫去甲动手，这人足多哦，恁若是对安那，你绝对哦，叫人来关啊，我甲你讲，说你。我知影这人足多啦，你放心，我足有创意的，我绝对会给你哦。哈余总监，严格的你拍我。好啦，啊，这侪人咧看，你拍谁呢？就是要安尼啦，哎，我咧讲哦，我是有叫细汉的哦，咧边啊看。你若是敢搁抓起来哦，你代志大条啊嘞。好啦，啊，高大。哎，卖起来，哎，你这里去，这里去，卖起来，删掉。高大爷，啊，我爱跳老虎啊。你头路山才阁讲啦，你头路山啊，那是路大后边啦。啊好啊，啊有雨伞无？你是要动手？无啦，唔敢啊。我你看，下嘿嘿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。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的牛羊。